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，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命运特征，心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。上天对谁都是公平的，不会去偏私任何人。想要做个有福之人，一定要勤加耕耘，学会利人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扭转自己的思维，学会摒弃自己的杂念，拥有好心，拥有好嘴，拥有好行，拥有好貌，拥有足够幸福的人生。 Learn to abandon our distracting thoughts. Have a good heart. Have a good mouth. Have good deeds. Have good looks. And have a happy enough life.